者杨兴汉台北报道，威廉带狗女儿 MOMO 回台中过农历新年，爱犬却不慎在台中市的西屯区走失，至今消失三天仍无消息，他已先返回北上开沟，难过地说，没想过一家人回家过年，剩下我一个人开车回台北，等待的日子是很煎熬的，能做的我都做了，只剩下等一个好消息。 MOMO 是威廉养了七年的法斗犬，对于爱犬有严重的意外性皮肤炎，威廉忧心地说，也许你看它可爱觉得好玩，但发现它开始抓痒乱尿尿，请不要丢掉它，拜托请送到附近的宠物医院，我会去接它，它是我最甜蜜的负担。